拥抱市长，哇，好棒哦！给市长一个爱的拥抱，哈，好，一个 your mother， 给个 hug 哦，还有排队的一起来，哇！台南市政府八月七日举办幸福家庭日员工亲子活动，借由活动，让员工伫个公务繁忙之余，会当亲子同乐，嘛，让子女熟悉了解父母亲的工作环境。同时，有响应市府推动英语为第二官方语言政策，亲子日活动人事处特别安排行动剧演出，希望透过趣味的活动，予员工感受英语学习佮亲子共读的快乐。The caterpillar ate through one apple. 毛毛虫把一个苹果吃掉了。赖清德市长特别感谢所有市府员工伫咧工作上的努力，为着维护市政运作，无闲咧工作，无一定有对家庭照顾不周之处，因此特别借此机会，让囡仔知影父母亲为着工作的辛劳付出。今天热烈欢迎各位保眷、各位家属、各位小朋友来到市政府参加市政府的亲子活动。啊，市长也特别利用这个机会，跟各位保证各位小朋友表示最大的感谢，感谢你的妈妈，好、哦，可能是你的妈妈，也可能是你的爸爸，啊、哦，也可能是你的亲人，在市政府里面工作，为台南市在做最好的服务，啊，工作非常的忙碌，啊，可能也因此影响了家庭的生活，市长特别利用这个机会跟你们表示最大的感谢。赖市长希望市府同仁会当做好时间管理佮分配，拟定适合的方法，增加工作效率，无影响下班回去家庭佮厝的人相处的时间。赖市长勉励市府同仁会当透过有效的时间管理，创造工作佮家庭平等的幸福双赢。市长也非常鼓励啊，我们的同仁应该要工作要有效率啊。然后尽量把工作在上班时间给它完成，分配时间，啊，拟定方法，啊，尽量避免在下班的时候还留在事务里面工作啊，因为我们工作非常辛苦，啊，也需要家庭的这个温暖啊，家庭的照顾啊，每一个人都一样的啊，所以如果只重工作，疏远的家庭。久而久之，当我们工作疲累的时候，在家庭就得不到温暖，得不到支持啊。所以反而是家庭要顾好，作为我们工作支撑的力量。哦，大家一定要有这样的想法哈、哦。来，看这边来，员工庆活动站站。